还是要选的。当时呢，就有人就说奇怪了，就把槟榔出骂一顿，说：“哎，你们怎么会帮那个马赫林先生挑一个凉下？”可后来呢，他还是当选了，还是当选台北市长。所以我觉得可能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重要就是说你在选举里面你要激励士气，或者是说让你的辅选的干部或者支持者安心，大家安心，大家一起冲，那就够了啦。OK， 对。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林老师讲到一些，可是你们忽略了，那蔡英文他竞选总部，他连冲煞的方向那些全部都算过了。对的。那蔡英文是经过了新北市长败选以后，他发觉朱立伦是用冲煞的方式，以我些微票数输给了朱立伦。这个呢，我去问过了。就是说，朱立伦的过去在新北市的竞选总部，的的确确是冲到了蔡英文。本来朱立伦的竞选总部是蔡英文的，朱立伦捷足先登，然后那个师傅帮他看的时候，这个朱立伦的阵营是不是又找另外一个道行比较高的？告诉你，你要打败蔡英文的话，你角度多少，冲煞东南方，那你今天中午12点你要做什么事等等，那些通通都算好了。坦白来讲，好，蔡英文是不是一个迷信的人？虽然不能说他是迷信，但是那你从他从屏东到台北的这些祖坟，那你去看，全部都是看过风水的。所以我相信蔡英文是真正相信风水。所以这一次，等我下一次啊，所以这一次哈，不是等下次，下一次。所以这一次，如果各位去蔡英文的竞选总部，你到外观去看看哈，千万不能平看。差不多45度角，或者稍微楼高一点的斜视，看下来吗？15到45度角，各位仔细去看，会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好，没那个，其实我觉得啊，以不管你说叫台湾人叫中国人，不管你要用什么样的名称，就是刚刚宏威也讲，大家对祖坟那是一个尊重跟一个信仰。那我觉得这不叫迷信，大家就会觉得说，总是先人只要睡得好，那大家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敬天霸主的一个过程。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既然讲到这个。郑老师，那个过程，我记得上次你有讲说，感觉上他们在做的那个仪式有点像祭天，对，那都有吗？包括马总统总部，然后包括蔡英文主席的总部成立那个动作，都有类似祭天吗？祭天要准备什么东西？祭天的话，在古代应该是天子不是吗？天子祭天，现在祭天他当然就是这个是礼地的哈，就地宗，那是代表，这是你可以到北京的这个地坛，地坛的它里面。也是展览，它展览一个白色是黄的，但是它这个是祭天，在古祭地里面。然后祭天呢，它本身是用玉璧，就代表天是圆的圆地方。那如果要祭的话，就是不能雕东西，雕东西就是小的祭典。如果因为天是以无限大了，所以它不会去雕东西啊。像这种是古代它就是在祭天用的。那这种就代表就是说，在要找到一个天坛的位置去祭天。那其实呢，在3月16号的时候，那个一贯道有主持了一个祭天大典，在这个原来的中正纪念堂，就是自由广场。那就是说，那是蒋中正的祖，就是说古代要祭典，那要到祖庙祭了以后，才到天坛去祭。所以天子要先祭祖嘛。那当然就是国民党他也这个。蒋中正是有莫大的功劳嘛，所以这个中正纪念堂，那当然是他选择的一个方向。就3月16号，他在那边就是马英九总统，就是现代的总统，就是等同以前的天子，他祭天是 OK， 就是这个祭典办的很大，是连李秀莲都有参加，不是只有那，但主祭者还是马英九。那蔡文是在总部这个地方呢，他吴乃仁他们就是那一天就是明显我们看媒体他是祭天嘛。而宋楚瑜呢是在垦丁，就是他的在垦丁，这个也是祭天吗？手上拿的呢，就是等于是跟上天禀报的，这个是像古代的很多这玉器去做的啊，这造物那个是谁？不是我，不是我，不是。那古代呢，就这是更早的玉器。就是说，你要跟天禀告，你要有个发射器一样，有尖尖的，要对天空啊。对，它就是禀告是这样。这个是放在上面祭，是托天，
托天亮祭，就只有天子能上天坛，就冬至正正冬正日的那一天，他去接受跟天地之间就是等于给他灌能量，所以但是呢，宋楚瑜这一次呢的，我们看到他屏东的这旗子都还写的宋，那也就是说他其实选的点很好，因为他要从南部，从垦丁的话一路就是往北这样子上来，民进党早期也都是他们也都是从屏东这样子往。可是建议老师，你手上拿的这一块跟刚你说宋楚瑜那个手上那块这是不太一样，后面演化，后面演化成那块有点像，你看那个就是古代的那个他们那个饼画成像的那个画成的龟那个龟那个龟那个龟啊，那就是也就是说龟呢就是跟章呢这都是记东西南北的，就是告诉天的，哎，这个就是章的一种。那章的话，尖的话，就是说它发射更远。那龟的话，就发射比较没那么远。就是所以它是 local 的，就是它这个是玉器上使用不一样。那宋楚瑜从垦丁这个地方是等于台湾是一条像一条鱼一样。它从这个鱼尾就是开始动，开始哎，开始鱼是尾巴动，对对，尾巴动。它从这个地方祭天，那这个地方是比较灵活的。所以那往北是什么意思？我们讲南面为王，是你已经在位的，可是我要拜北，我要革命，我要拜人家的北，就是打到北，从南要去打去北。那如果你是王朝，你是南面为王，是从南打到，这是从北打到南，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讲的这个，包括小英从台一线造势往上走，宋先从屏东。刘伟，你们当初有想到这个吗？就是要从北打到南打到北，动起来。我必须强调一下，就是说，林老师说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是那天不是我们主动办的，是很多的道教的道长他们主动来办的，所以我想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了。包括这个之外，包括现场还弄了很多这个用的竹子打地上的势如破竹，对还有很多很多的讨吉祥的，讨吉祥。就是说刚才不是俊斌不是讲说南宁很忧心吗？那有很多宗教这种仪式是安慰性的，对，就是说对人心来讲有安慰。那你的选民不可能只有一种嘛，你得要面面俱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倒还不错，就是把文化拿来加入到选战里面。这虽然它不是像有华刚才讲的，就是说那个风水师给你瞧一瞧你就上了，那民主政治不要玩了，就叫风水师来玩一玩就好了，那就没有什么好玩。那只是说，多一点的文化，不要在选战里面就是好像只是很硬邦邦的。所以这个吃类文化倒是蛮有趣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上次讲说，小英的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有108个铜板，对不对？对呀。然后马总统的那个总部成立的时候，有摆上什么红糖、海盐、红豆那几样，说什么山珍海味，然后那什么意思啊？这个在祭典里面就是古代的人他认为这个盐巴是海味嘛，盐巴海味的嘛。那山姜的话是在山里面就是山珍嘛，就是说姜这种植物你种过去以后三年。它就营养被吸收光了，是不能再种别的东西，所以它吸收营养，把山里面的能量吸收。跟人参一样，跟假设台湾有人参的话，就是这样。人参啊，对，所以这是台湾的 local 的代表。那用这个红豆跟这个砂糖，我们知道所有的喜事都是要假第一嘛。那你选举你如果没有选上，你还变就不好了嘛，就是不是假第一了嘛。所以当然就是讨喜，这是很 OK。那这个比较妙。这红豆生南国，你听过吧？我就准备讲这个。然后呢？还是跟他选战有什么关系？南面为王啊，我要往。还是这个意思。你懂吗？我南部的票是我最，这个着眼在南部的票仓。当然，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说庙，就是说我们是从另外一个庙的。那以前是五豆，祭五豆，五种豆子，红豆啦、绿豆啦、白豆啦、黑豆啦、黄豆。它是祭天，我们叫豆器。你现在去祭典里面那个。摆盘的那个最高的敬礼向神是祭豆子因为豆子呢它是可以存很久还有生命，它再种下去它还是会长出生命来，所以古代有豆器，就是祭天你要用豆器，那他用这个来代表。像我知道了为什么会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呢？为什么？因为他在中山南路然后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说那天的一贯道人真的很用力帮他弄，唯一可惜的是老总统不高兴了，然后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大松之政还没摆上去啊，
他现在还是自由广场啊，所以总统说这不是我的地方啊，他找不到地点了、啊，所以你说所有的法力啊，通通没办法接收啊，就赶快把大庄之阵放上去。所以你看老总统就不高兴，不然今天这个蓝军总会这个局的。3月16日，哎，宋楚瑜那时候在哪里还不晓得啊。哎，有啊，那你会丢啊？你讲丢就丢啊，因为对这方面我无意见啦。这完全无法评论。其实中山南路嘛，不是。其实阿扁讲得好，心诚则灵，让你去解决你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嗯，所以阿扁有一次呢，我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信？”他说：“等爱比我还要信。”嗯，他说：“等爱比他还要信。”好，然后就是像那个阿扁的那个是非常的繁复。等 A 哈，刚刚林老师在那边讲，林老师应该记得逆风行脚，逆风行脚，结果出发时间晚了半个时辰，然后呢，晚了半个时辰，结果他们在那个交会本来是中午12点，南北交会，啊，本来是中午，结果到12点半，那这个时候，听说帮他出主意的就是说，嗨呀。12点半，因为12点是这样子上嘛，我们的钟是12点，那半是在下嘛，而12点是时针、秒针、分针都是直一的嘛，都是向上嘛，啊，这一个。那第二个，林老师大概那也知道，那小黑人在国父纪念馆斩马誓师，结果你知道吧，敬天拜神，不能讲脏话。中部不是庄国荣讲那些脏话破局嘛，中部就是破局嘛。这个好，这个就是阿扁经常讲的，阿扁就是说我不管你信不信，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刚刚好921大地震完，阿扁又重出江湖的时候，他说啊，有些人跟他讲这个就是说报告市长，那我是天主教的，他说那我不管那你什么教的，只要我的干部，那你通通在那边3点45分给我到达那里，就是说一一一字嘛，对，就是说你要心诚则灵，况且你要去相信他才有胜选的可能啊。OK， 你这句话讲，我相信了，就是选战自己如果都觉得自己打不赢，要有自信的感觉，那你怎么样去告诉支持者说我会打得赢？那很多的这一类，我刚刚前面就讲嘛，当然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可是那个过程都是让自己觉得说强化自己的支持者跟自己的信心的一部分，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最后还是要看老百姓接不接受你嘛，你讲出来的内容，你的政绩，你的各方面，民众到底会怎么想，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OK， 今天现场非常谢谢所有的来宾。那在明天呢，明天最近发生一连串这些事情，不管说有没有十一席交换说，或者说宋楚瑜有被人家批评成你说吴三桂啦、王金卫啦，那包括你说玉老出来讲这些话，很多的这一类事情，如果是碰到李敖大师，他会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呢？明天晚上8点，李敖大师跟来宾一起来对谈这个礼拜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您到时8点准时收看。那今天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待会儿也请您继续锁定新闻追追追。